歌唱比赛的经验吧？一次，在大学的时候。哦，也是唱台语歌吗？对，那时候大学是我们有个才艺大赏，是，然后歌唱组大概有100多个人吧，嗯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因为其实站在一个正式的舞台唱台语歌这件事情是我一直想要做的，嗯，但其实我们这个年纪，然后大学生比较少会唱台语歌，对，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们100多个人，大概就2-3个人报名吧，就是2-3个人唱台语歌，对对对，然后我想说好不管，就是就算我同学觉得我很奇怪，我还是要唱，嗯，对，然后那时候我是唱二姐的那个落后声，对，然后那时候第3名，哎呦，不错呢，坚持唱台语歌哦，嗯，是你本身就喜欢台语歌吗？其实小时候还好，是上了高中之后，我就发现，就是台语歌的词还有韵味，就是真的是有时候真的台语歌就不会听腻，然后他台语歌才能表达出来，所以我就是从高中开始喜欢这样，好棒哦，真好，那你今天你所要演唱的是？今天我要唱的是黄以玲老师的《忧愁》。好，《忧愁》来，你们要一样哦。子萱带来的歌曲是《加油》。今天我要带来的是黄以玲老师的《好算钱》。不错，不错，同一版，同一版。来，好好的讲歌名就好了。我今天要唱杨宗宪老师的《他乡的雨》。好，来，婆先给吹了。南里